香瓜你录了五折买不多中你录一下你给我包了了都给你、啊、别挂卤肉昨天下雨了家伙小跑了会儿今儿人那么多呀天儿也好好事儿，在哪儿找去？这不是在这儿找呢吗？收款770元。七百七十多是多少？八十六。这是梅花肉，你干啥用啊？我想想肉。想吃这个肉。这个肉。啊，别搁那个，那有筋。你说完这边，别别别。哎。好，给自己穿大衣。梅花肉啊。梅花肉是炖着吃。炖着吃，煎着吃，大姨她煎吃最好，炖吃不见得好。是在这个饺子，因为咱这个岁数不适合煎肉，是都年轻人吃啥子？我都爱吃。对，吃煎肉吃烧烤，那都是年轻人吃的。咱这个岁数，你煎完了，他吃不出香味儿。煎着烤的。对。来个，那个贵，那个贵，这个鸭子，这是单独打的，啊，那是我。啊，对，50。把那红的给我切大方红的。你说肥的不要。那红的拉起大方。那没事，那行。大油炸。来给腰上啊，这个。哎，来一个。大棒。大棒50。这师傅也不贵，明天肉长吃饭。好，然后一百。昨天逮着走了吧？那不咋？你说挨交了没你、啊？挨交了呀！啊，挨交了吧？那鱼多大呀？不办成这家给我交着管管的。啊。50的呢？那是两块皮五花肉呢。150。两块皮一块五花肉。行，那标大的。那标大呀？那这个标。哎，这个标小。哎，这标好像你不认得，关键是你认得这肉。我不认，我可不认，我天天吃你家肉不认。不认识这肉，给谁买？这回你就看出好来了，这好太少了，给我买的。啊，太少，这嘎的。我看见了，你不来这大块，全得给我剃一下子行吗？那还不行，这有几斤？我找我那剃，拿上这个50斤。妈呀，这多钱？啊，十一。你没多少，啊，排骨。你是托儿啊？我说你是托儿啊？多俩袋儿的。好，不收钱。我这没有托儿，我这用不着托儿，大姐。大姐给50。嗯。那这是啥意思？啊，鸡肉两个。你好。大哥，我来点那个全包的。来这个。不要搁太多啊！多少？不要太多，十几个。十二，十二，十三了。十几？12。明天长这哪个是鲜肉？来个。我说够50块钱给我交小馅儿啊。这是鲜肉的。是，来多些。这太肥了。大哥来这块儿，这块不是鲜肉，来多少？这边我来20块钱。是这么意思？来，垫好，一会儿我也来一个钱超买三个，大哥这个好，这前朝肉钱减馅，20块钱大哥，看着吗？来，这是软炒肉，软炒肉，来东西，来20块钱就行，你别大哥别走个30，我不要啊，我告诉你，我看你拿着走。这啥呀？没有，前朝肉，一共多少钱呢？一共26。都干净的，都跟你说心里话。75。这块肉挺好。好，你给32备着啊。再来这仨中吧，白菜一小馅儿。小啥？没有微骨了。这俩馅太可细了，给75。可细，咱都吃的乌肉。都吃。我上那嫂子。哎，好嘞。啊，这也是。嗯。给我了，一块吧。啊。那我要那边过来一半。行。这两块肉多好啊。吃着还嫩着，25个说的，
分析商品50元。对，这个是什么肉啊？前炒上脑，这个装上，还要哪一个？我看看这个哪份。分析商品25元。要不都要上了，都要什么？挺好的。明天涨价，你都要中。给80。好家伙，80啊！大夫，这让他向导啊，大姨别着急，腰腿大，阿姨腰腿大给你研究啊，腰大大，大姨你别害怕，你打不上就你要顾客呀，大姨你要不得意这样的，我不宰这样的，这肉皮挺干净的，看来吧，保险好猪肉，我都搁蒸白粉蜜洗的还不干净，不要给我打下去，这是我让它又干净又白净。这块人样。这是干什么？相中了没，大姨？别问我妹子，我妹子啥样都中，她不懂，是不妹子？啊，这块够不？行，就是这。这是实话。这条行不？啊，那都瘦肉。好嘞。这还打得标不？打呗！哎，你多闺女抠的。说句心里话，你是他啥人我不知道啊。你他闺女啊？我比他儿子都听话。哈哈哈哈哈！没收。再来东西。拉这鸟是吧？嗯。你看，让我真拉，我真拉。假给我妈乐的。啊。好了，给130。那中了，中了。好了，我给你补充，不用。来，你要多少个人的？130的。行，20元的。啊啊，30块钱都没。没问题，那就30了啊。我这已经够酸的。12一斤，中不？哎呀，妹子，37中不？12一斤。啊，多卖你10块钱。我说多点也中啊，明天贵了，多吃点便宜肉。给我来一瓶子。哎，来多少？哎呀，137元，还是我行的。这个看我们多东西都没事儿，大妹子。我那个皮不要了啊。哎，肉皮还不要了？你吃肉皮美容，大妹子。我不美。到冬天筋冻，到夏天筋晒，多好啊！你这是这个多少钱？那个12。我干活。哎呀，你试一下。啥时候啊？这高这够，小软上来。105，哎，多好啊姐，最好的肉，够不人家？这你的还够？啊，够我70的，70，不够豆哥上给100块钱。我够不够钱？啊？钱？哎，我给我人添个肉，得70，70。那一个？啥姐？你就那点锅，那点锅吧，不要切了，还切啥来？你问你说你没给我拿多钱，我70块钱的不是？你看这还多忙呢，啊？有要带我去我的 ，OK， 要几个？有一个，有五花，你等一会儿，哥。小点啊，那个前面那个。一小会儿吧，你要多少五花啊？行，我一个小。啊？小枣11。要多少五花啊？不等了，那个来再来一个这个。啊，行。半个多少钱呢？啊，半个50块。你给70吧，妹子，哥你割肉啊。皮我整上。整着剃皮。啊，剃皮。哥说你别剃了，你记差了吧？不，没记差。那咋吃啊？不，你就剃了就行了。不爱吃皮。整着吃的肉皮。不要，就要里边那个肉。真正。全纸视频呢，我妹子让剃嘛。你老年人这个好吃啊，你搁里炖着吧。哥说炖辣乎，你比肘子好吃。啊。肘子剃皮，你说咋吃？你加这个啊，真的。没事，别加了，给妹子腰了。牙也不差，总也没养过价，是不？姐这块多吧，多打点肥就行。来，给我姐多打点，好不好？够意思不？够意思。啊？分析收款88元。今天这贵了，给100。
二百五十五。再满点呗。别说还有二百五块。二百五十五，不是二百五十五。啊，那排骨一百五十五的了。大姐买啥？买买的五花肉。买的五花，稍等会儿啊。都绝版的五花，我待会拿出来你就切。中期收款六元。稍等会儿，妹子啊。那不都零点了？我们十块一段。这个是鸡骨，这个鸡这个不是啥不东西，这先搁这儿，都有，都带一整个的。这个是刚才买半截的进来，带这些不多，我这都是大猪排骨，你看这一百七十五，过了啊。咋来？这么来？你让他拉是吧？这来。你弟是咋拉？这拉。你那拉不见得瘦，你说这拉要这头瘦。我看这块瘦肉可能。嗯。是肉是不瘦？行啊，这给我来一块。我操！多大点瘦的？你看，最高肥一点。够不姐？哎，这个。那是前超，都一样价。这个样价呀？要多少？我来二姐。这来了，那先来，这么拉，这么拉瘦点，对。都不贵。你怎么说？哎，大姐赔钱了，明天那个姐，明天你买这肉肉吃，我有点知道。大哥，今天有肉，哎。涨价了，今天涨价，涨价了，再刷一块。因为我给咱大家伙一生气。明天是涨价，是是。我总感觉我喜欢他。他喜欢的你不喜欢。你喜欢的他不喜欢，那就有一个好办法，别跟他过。一百一个。哈哈哈哈哈！买肉你还买你肉完你还给我们干啥呢？来一个。哎，多幽默呀！卖肉的，卖肉是一百一个。是卖肉的，卖肉的一米七大个儿。后秋给我嘎一块。哎，你这就对了，甭怕离婚吧。这个没毛病啊。这就对了。这么嘎一小条啊。这个。我要后秋。这个还拉瘦。哪个拉呀？要哪边的肉？再来一个。我这么大份儿啊！我开始那么少啊！这个啊，行。你要来一份儿，对，好。这回你俩想一块儿去了。把皮剃了吧，让他。不用。